爸，你要是真的生气，你就骂我吧。你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我心里边真的瘆得慌。我刚开始是挺生气的，后来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你贺叔在拳台上替我挨揍，恐怕我也忍不住要冲上去。我都忍不住啊，也就不能怪你冲动了。哎呦，那你干嘛绷着张脸吓我呢？我是替你担心呢。你说好不容易进了一军，现在这情况，你就算出了院回去，到家也得养好长时间。疏于训练的话，回到学校，你不又得回到二军垫底儿去啊？爸，你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提醒我呢？一想到回去擦肩，我恨不得现在就下床。哎哎哎，算我求你，你可别再给我添乱了。那咋整啊？哎，师姐，打扰了伯父，我是子枫的学姐，我叫白无双。这个无双师姐呢，并不是子枫喜欢的人，子枫喜欢的人是无双师姐的妹妹赵一红。哦，无双是吧？我听李虎说你经常照顾我们家子枫，谢谢啊。您客气了，伯父。小枫，你跟人家好好聊聊，我去看看你贺叔啊。你快回去吧，爸。哎，坐坐。伯父再见。爸，慢点啊。啊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怕你无聊，给你带了好东西来啊。这什么？哇，师姐你真是仙女下凡，普度众生，请受草民一拜。那你是要看一拳超人，还是黑子的篮球，还是我的英雄学院啊？哇，一拳超人，一拳超人，我看这个。一拳超人我也没看过呢，要不你先看黑子篮球吧。啊，来。哎，不带这样的，师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让我眼巴巴看你在那看一拳超人啊，这也太不厚道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老规矩，一起看。好好，来来来来，来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坐这儿呗，坐这儿啊。哦。啊。从这儿开始看。哇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页我还没看完呢。这就是一场超人和拳击手的对决，你喜欢的是超人，而我呢，只是一个拳击手。我不能阻止你喜欢上超人，所以，我只能把它当成我的目标，努力成为你喜欢的样子。替我加油吧，以后，全世界都是超人的粉丝，而你只要在我这里，我就不会输。如果你跟我再在一起的话，
看得懂吗？不是说了，我才是你的专属保镖吗？ 这挨拳头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不明摆着是我失职了吗？ 你这样，亲爱的，我们一会儿去看电影啊。好，想看什么？嗯，什么都行。那我们就看那天聊的，你最喜欢的那部。你不是和子晨约好了一块去看吗？我就想和你一块看电影吗？走吧。你们两个还要不要脸了？子晨。 我要不是回来上课，我能看见你们两个背着我做的这些坏事吗？撞见了也好，反正你迟早会知道的。是，我决定跟张妮在一起了。你们俩，你是我男朋友。
你是我闺蜜啊，你还勾引我的男朋友，你们两个恶不恶心啊？你还说我？那天晚上你难道没有和李虎睡在一起吗？我那天是在医院里面照顾他，那你呢？你不要告诉我你跟他是盖着棉被纯聊天。冷子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他以前是你男朋友，但是现在他是我男朋友。你打我？我打你怎么样？冷子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骂街好不好？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我就是算了一下时间，合着你这会儿应该到了，然后问问你是不是安全。这两天我觉得呀，你一直在医院里陪我和你哥，你的功课肯定落了不少。这样，我呢这几天找一个时间给张妮打个电话。你不准在我面前提起张妮这个女人，这个名字不许提。啊，那个，吵架了。人家都说，闺蜜，也就是男人也闺蜜。原来这是真的。啊，张妮和吴桂明儿，他们俩刚才让我抓了一个现行犯，我气得打了张妮一个巴掌，闺蜜他还推我。我他这孙子推你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过来撕了他。喂，你都这样了怎么来呀？喂，天哪，这要这破玩意儿，喂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而且我都可以出院了。哎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护士小姐，麻烦你帮一下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坐个轮椅都能摔得下来，天哪！慢点慢点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谢谢啊。不谢不谢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不好好在床上躺着？我得去趟子辰学校。你都这个样子，你去他学校干嘛呀？你知道吗？子辰刚刚给我打电话，他在那边哭了，他在那边哭，我在这边睡觉嘛。哎呀，我得去趟学校。哎，你坐好，我好好做到底，我载你一程吧，拿着。啊？走吧。你送啊？对呀。谢谢壮士了，快快快快。魏明这负心汉，要是落在我手里，我非废了他不可。你说张妮这个心机女也是啊，表面上心连心，背后给我动脑筋，气死人了。哎，子辰和子枫真的是一个娘胎里出生的，竟然同时一起戴绿帽子。你说谁戴绿帽子呢？
张嘴，我是替我兄弟感到悲伤难过。他明明还没有向你表白，但是现在比失恋还痛苦。不是有姐照顾他吗？你姐？啊，你不觉得无双师姐和我元哥特别配吗？我不是说你和欧元哥不配啊，我是觉得，他俩刚好都是那个击剑队的队长，你和子枫你俩，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行，你别解释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为什么换了个枕头呀？难道冷子成被甩了？哎，你们张总是班贝啊？哎，对，是班贝啊。姐，那鼠标不行，真的，硬件不行。哇！应该是冷子辰甩了魏明吧？切，魏明那货根本就配不上冷子辰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说这学校怎么这么大呀？你没事干，你盖这么大一学校干什么？从宿舍走到教学楼都得叫一汽车，我都觉得。哎，你说这冷子辰的教室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发现没有？我们已经绕了一圈回来了。我发现了，那我他，张妮只给我他的课程表，没有跟我说他到底在哪儿上课。我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我小峰啊。那个，你知不知道你妹妹上课的地儿在哪儿啊？不是我问人了，那个不是我没人问啊，我给你打的电话嘛。你们双胞胎不是有那个什么心灵感应吗？喂，不是他挂我电话他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是好好待着吧，我再找人问问。那个，我往那边去看看啊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课。
走了。子晨啊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呗？哎，一起看个电影吧？啊，玩玩嘛。美女对不对？走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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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别考虑。哎，哎呀，他太高冷了，怎么不理人呢？就是，他以为他谁？就是，真是。学院区。子晨。阿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医生让你出院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到了。怎么了？好漂亮啊！啊，我听到你在电话里哭了，我就过来了。我不是说让你别来吗？你看你连路都走不了，你还逞强。那你在电话里都哭了，你还逞强？这人谁呀？这哥们腿都断了，冷子成小情人吧？回寝室换鞋去。哟，这谁啊？啊！哎，过来看看，快过来过来。他呀，就是从小和冷子晨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邻居哥哥。我还以为堂堂医学院，怎么来了一个低端土气欠档次的家伙，差点要叫保安了。魏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子晨，那个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看看你，好着呢我就放心了。那个，我们走吧。没文化真可怕，一言不合就想动手。你们小区的水平还真高啊，之前还来学校威胁我，要找我单挑。子晨，我之前我，可我后面没跟你单挑啊。我早就怀疑你们俩之间有问题，连阎罗王的课都敢请假，就为了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病床边。要说你们俩没私情，我都不信，你们信吗？魏明，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说子晨我不乐意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你！你敢说你不喜欢冷子晨吗？哎，说呀，哥们儿。就是啊。你说说。说吧啊，喜欢就说嘛呀。就是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说呀。我喜欢他。哦。我一直都喜欢他，我会永远都喜欢他的。哎，哥们儿告白嘞。可以可以啊！这两个死不要脸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！可以啊！就这么收拾你！你这杀千刀的，你该死的！什么情况？真的不成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狐狸精不要我的？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好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是我是郑雨荨校长的女儿。啊！我爸把我捧在手心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把我的骄傲跟自尊完全踩在脚底下，我好可怜啊！人人都说我是白富美，但是你呢？我开着我的凯迪拉克这样的豪车，我抓不住你的心，你就是喜欢这个青梅竹马的妹妹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劈腿了冷子晨的闺蜜，人赃俱获，我也不会离开我呀。都是你，让你劈腿。爽了，太解气了，快上车吧哈！啊，哎，子晨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免得我到时候笨手笨脚的又做错事儿。现在我们除了要在你爸爸面前假装，是不是还要在你同学面前假装？
你们俩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假装的？当然要假装了，在全世界面前，我们都是假装在一起的。子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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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没有太阳，你别晒被子了，我到时候来帮你晒。还有平时我让张，我让你那个室友帮你打牛奶，现在我就不跟他说了，你自己记得要喝牛奶。还有那个，马上考试了，你复习不要复习得太晚。你要知道我在牵挂你。瓜给砸中了吗？你干嘛一直苦着一张脸啊？你说他要是再遇人不淑的话怎么办呢？他，你说子晨啊？哎呀，你要是不辜负他，他怎么会遇人不淑呢？这谁？子晨？我和他就是假装的，这跟我没关系。假装的，爱情只剩为负。你回来了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姐。你的微风水滴面膜到货了，我帮你取回来了。我今天到医院去看你了，他们说你已经出院了。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吧？可别逞强啊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哦，对了姐，我今天去惩罚了一对狗男女，气得我肾上腺素都快爆发了。我就上去啊，吼吼吼，替天行道。依依，我真羡慕你的勇气，你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天看到你奋不顾身地冲上擂台，我一直都在后悔。我在想，如果那天冲上去的人是我，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哎，姐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我爸不是说了吗？身体对运动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资本。你想过没？你万一磕着碰着哪儿了，你损失的可不止一个赛季啊。可是我现在失去的，却是十个赛季都换不回来了。
谢谢。痛吗？我扶你去休息室，我柜子里面有药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。喜欢上一个人，如果需要理由的话，那只是不喜欢的借口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？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不会拿剑，常常一个人在角落看我练习，趁我在休息的时候偷偷拿一红的剑来比划一下。剑不是这样劈的，让开，我来示范一下。首先脚跟要对脚跟，张开，与肩同宽，蹲下。佩剑不要握得太实，这不是菜刀在砍猪肉。对准，用力，明白了吗？还是不对。首先握好，佩剑对准，用力。我看好多人找你聊天，你都不理人，我以为你不喜欢和别人说话。那些人是想找我出去玩，我没空。你不喜欢玩？如果成天都想着玩，就不会想好好练习。比起玩，我更想要变强。不出去玩就可以变强了？别人练习两个小时，我练习四个小时。别人想着去哪里玩，我想着怎样破解对手的攻击。别人在熬夜打游戏，我在睡觉储备体力。如果说我的对手做不到和我一样拼命，那他们和我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？嗯，和你的姨父一样，替国家拿下金牌。好了，我还记得你说要成为世界第一时，脸上那个闪亮亮的样子。后来你变得越来越厉害了，常常跟我一起讨论战术，一起练习。因为你，我开始觉得训练不再苦闷了。我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，期待我们一起变强，期待我们一起拿到世界第一。去法国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我一直在等待回来的那天，等待你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变得有多厉害。果然你没有让我失望。是让我想要变强的力量。如果我输了比赛，你也会很丢脸吧？所以我发誓，站上世界第一的领奖台前，我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。因为你，才会有现在的邓二豪。是不是打扰到了？
废什么话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我们先走了。集合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先歇一会儿。哎，你回国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派人去接你啊。我刚刚下飞机啊，就给你打电话了。我就是想问一问，你打算把尔豪扣留到什么时候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说话还是这么尖酸刻薄啊。哎，首先我没拿铁链拴住你儿子，我也没把他关在小房间，你不能说我扣留他吧？本来这个年假我是想带尔豪回法国的，但是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强化训练，说走不开。我想了想，既然连假都请不出，那我这个做老爸的就只好亲自坐飞机来见他一面喽。那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世运赛在即，必须得强化训练。尔豪不会去参加世运赛了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法国埃鲁特俱乐部一直想请尔豪回去。我想了想，尔豪在中国也玩了一年了，无论是经验和技术交流也都差不多了，该离开了。老邓，你说玩这个字我不能接受，有点过分啊。尔豪是我们振宇学院的一份子，他每天的训练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老赵啊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儿的水平能和欧洲比吗？面对邓尔豪，你别一直后退，他看起来攻击花样很多，但华而不实，只是吓唬人的，果断的反击就能破解。哦，你不是出国训练了吗？这就是你放弃法国埃鲁特俱乐部决定留下来的地方，看起来实力不怎么样，看你一脸不服气，我说错了吗？要不直接打一场。喂，你谁啊你？没事的，这是尔豪的表哥，叶飞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武哥。尔豪的表哥？哦，你是国家队的肖叶威吧？不是，你粉丝，终于有偶像，我终于见到好人了。你是专程来教训我的吗？先别啰嗦，打赢我就告诉你。把面罩戴上，我不想弄伤你。那你也要能劈得中我呀。恩哥，不看，阿丽。哇塞，这是多少？厉害！你怎么退步这么多？怪不得一仗及时从法国飞回来。我爸回来了。对，我爸本来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我回法国？你说呢？再加快！谁能有这么大本事，让你爸飞过半个地球来逮你？快快快！你先背了，无风不起浪。这边怎么回事啊？这女人就是兴风作浪的战斗机呀！队伍排整齐了。本来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留在这里不回去？队伍排整齐了。但是。现在看你们女配的阵容，一组，预备。你跟我充分理解你留下来的理由。队伍排整齐了，哎，快点！无双越来越漂亮。四个人一组，来，预备，跑！快点！殷红也开始练剑了。哎，不要用你那乌漆麻黑的眼神看着无双，好不好？四个人。配剑队还缺人吗？我是配剑女队。快点，快点！阵宇这座小庙供不起你这尊大佛，那还缺教练吗？你嫌我头不够痛吗？这就头痛了。我还有个更大的噩耗还没告诉你呢，你爸这次来还带了一个老朋友一起来了。谁啊？
艾洛特俱乐部的 Mark。快点！我还以为我爸带了什么厉害的人物。对了，就这样。Mark， 我很熟悉啊，以前天天一起练习，比赛的时候都是我占上风，没事的。加快！那你知道吗？再加快 ！Mark 拿了欧洲青年击剑锦标赛的冠军。全欧冠军 Mark， 你放弃交换生的机会，他递补上来。经过半年多的训练 ，Mark 今非昔比。你爸带他来，来者不善呢。来，怎么凑齐呢？Mark 刚刚下飞机，伯父就带着他跟尔豪对决，这是不是也太着急了？本来尔豪才是欧洲青年击剑锦标赛的大热门，这次尔豪没有回法国参赛，让他俱乐部的队友拿了冠军，你说伯父能不着急吗？哎呦，尔豪看起来很紧张啊。如果输了，不但抹杀了尔豪在法国五年来累积的努力，也证明尔豪留下来是个错误的决定。尔豪，叔叔，啊，伯父，好久不见。伯父你好。好。嗨。嗨。Salut, long time no see. Salut.You are being champion. I was so impatient to fight with you from the airport. I'm impatient to fight you now.